阿嬷也是那时候回去台东，然后可能一直说服他们，希望他们来听这场他们应该史上唯一听得懂的演唱会。阿嬷一直要叫我，阿嬷一直，她其实不要求我要做什么事业了，没有，她只要叫我好好为人处事这样子，然后一直要宣扬神的道理，所以我请阿嬷来唱一首很老很老的圣歌，而且是母语版本的。阿嬷很紧张，毛都没短，干嘛？阿嬷很紧张，哎，好了，要不麦克风，好呀，都不敢碰到麦克风。哎，大家呀，哪一段？这首歌也很，意思也很简单，然后意思就是，花有漂亮的衣服，然后鸟在空中飞，没什么烦恼。好，神眷顾着大家，好，鸟都这么没有烦恼了，更何况人，就这么简单，鸟没有烦恼，更何况人这样，人会更爱人，对不对？懂不懂？当这个圣歌一唱的时候，所有原住民了解就信主了。好，你要把这首影响力非常大的一首圣歌，也需要勉励所有的年轻人啊，对啊，虽然现在都市里面有很多纷纷扰扰的，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做自己最内心深处的那个，怎么讲，好像你们没有良心的样子，不要忘了内心深处，其实大家其实都是面善的，我觉得，对啊，偶尔听一下这种圣歌，虽然在夜店里面唱，对，就是最圣洁的一场pub演唱会。我们打药啊，放羊还我的表弟没有麦克风，他也会唱。你看我们好像祖孙三代哦，好可怜，从台东抓上来。介绍一下我的表弟孙德，孙德，我的阿公文禄，我的妈木外婆拉木，我的名字，那个我的名字。
他没有唱过这种场面。我放专辑给他看，他也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专辑是什么意思。然后今天也有特别日子，今天是我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给我的阿公阿妈。马什么古吉他，好不好？马什么就是很开心的一个吉他，就是我们，好不好？马什么古吉他，马什么什么啊？找不到屁，对不起。因为我是创作歌手啊，所以找不到屁是正常的。马什么古吉他，马什么古吉他。